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潘大帅，欢迎收看本期大帅观战。我们观战一把约兰的约瑟夫，空军先知、祭司、佣兵。这套阵容现在大家都喜欢带一个空军，而没有去选一个前锋啊。因为我觉得搬的话，应该是搬一个机械师的可能性会高一点吧。这边想要偷袭。这一把的话，他是没有选择之前的一个传送延迟拍照流，而是选择了一个闪现，就是直接拍然后捡人上来。这个点位我们看一下，理论上面来讲，这边捡起来以后往后面绕过去找的话能再找到一个，但是找到两个的可能性我觉得不高，因为两个人都蹲了，而且蹲的位置还不错。这边看到一个，好，下一个划一刀，划一刀不打两刀，那么下一个好像也有机会。来找一下看看，这边找到了两个，再把人挂上。这一波两个人挨刀，一个人倒地，节奏还是挺好的。当然最好的情况呢，就是对吧，再打一刀这个不就或者两个人里面换一个，如果是个佣兵就更好了。这边是要想要强行摸起来，摸起来了，祭司摸起来，但是这边的人这都是一刀没啊，有闪的，有闪的，空军也在，哇，这残血大乱斗吗？过板刀，追先知，可以啊，这个节奏是完全可以接受的。当然他这边的闪是肯定不能交的，因为这边的鸟没有交。这艺高人胆大，这一波闪现，你说要是没有挥到，先知把鸟顶上了怎么办？不过有一说一，光占了这么多把好哥哥啊，这边直接交枪救人，先知有鸟顶起来。我可以追空军呀，拍个照先。还行，这波交枪救人我觉得求生者这边也可以接受，因为你真的安排一个佣兵来救，首先花的时间可能要比较久，然后呢阅览这边可能就会出去找一点节奏什么的，你这里直接救完，然后一枪交完以后两个人拉开，对于约瑟夫来讲没有闪现也不一定能快速击倒的。好，这边找到了，好，打一刀，这边佣兵也残了，哎，放下，然后切过来想打偷袭，没有，再捡起来，再把这边的祭司击倒，能不能打一波双挂？他这里把两个人都打倒在地，这个血线结算好像不赚啊。其实把这个佣兵打一刀，就是他如果要挂两个呢，打一个，因为本身已经到二阶了嘛，打一个佣兵一刀，然后祭司的话直接在这边考虑一下挂上，打一波双挂节奏可能会更好一点。不过我觉得已经无伤大雅了，这个局打到现在的话，求生者已经是大裂了，裂开，裂中裂中裂。下一轮闪现好了，只要能击倒就行。这边如果能找到的话，就结束的更加快了。转一个牌，好，找到了。这里空军起来也没用了，起来这个位置没有任何的交互点，佣兵现在是一个半血。可以套鸟救人啊，可以套鸟救人，但是电机是无限被干扰的，首先拍照干扰，然后这边挂的椅子也干扰，通缉到了先知，先知跟祭司两个人摸一波，这边转牌过来，通缉到的是先知，先知拉走佣兵，这边的足迹是已经暴露了，但是这边有护臂，你身位一放开他就一个护臂贴过去了，贴过去套鸟直接救，拖一轮时间，拖一轮时间，利用这个鸟拖一轮时间，无影手啊，这还真是像极了一个无影手。我这边等等你鸟结束，我先追一刀佣兵，哎，我再一刀闪现把这个空军给打了。其实空军早，这佣兵要早点走的，不能帮忙扛刀了。这边闪现进去，这一波双刀打完，求生者已经没有任何的机会。基本上三局，三抓往上了。
中场这边看见了，应该是看见了这个缝里面，他一直在看，应该是看见了这个祭司，这个先知啊，祭司再来救一波人嘛，也不好救。先知，哎，转牌回身过来防守，主要是干扰祭司来了，先打一刀，擦刀很快，这边救下来以后再挨一刀的，打到祭司，那空军直接选择换瓜。也行，因为这个空军反正印象结算的时候这个空军是会倒的，对吧？你们有本事再派一个人，我这边一张椅子守两个，一个守你镜像，哎，佣兵交互必来被发现了，这边再防一手再切出来，很细，全给守住，镜像结算的时候空军也会倒的，这样的话守两个人，祭司一个洞，哎呦，这一波没守住啊，没守住就有点亏了啊，没守住就有点亏了，没守住的话穷者这里还能运营，嗯，有一个上挂飞倒地的空军，但是并不一定知道空军的一个位置，先知虽然说被通缉了满血没有时间处理，这边闪现还有50多秒，翻过来转牌绕这个点，祭司这边我不跟你绕，对吧？我拉走，我手上面马上有两个洞，我可以跟你绕很久，哎，转过来，哎呦，祭司刚才往小房走可能会更好一点，这样的话又倒一产值了，他可能怕小房往小房走没有机会打洞，然后直接因为中间有一个交互点的一个空档的一段距离嘛，然后被直接击倒了，但是绕回来的话呢，这边首先转牌他的一个点位就是回来的，其次就是还是一台遗产机，打一刀没打中，追，再打，这里祭司再拉开，再拉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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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一个洞，看这个洞，闪现，进镜像吗？不进，这边选择回身过来管这台电机，哇，这局打得好绕啊，偷袭，没能成功。好多个上挂飞，那把祭司给打了，外面应该是要重启台电机了。这个局难道要被穷人打成一个平？这波闪现没有击倒这个上挂飞的祭司是很可惜的。刚才那一波守祭司守那个空军的椅子被偷了呢，也很可惜啊。主要这两个点嘛，这两个点没打到，亏了，而且是大亏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边能不能通过捡尸来找，但是穷者这边回身过来好像在补了，在补了70%几的电机，转牌回身再来守，但这电机好像能强行点开，难道说要翻？不会吧，哇，这还没挽留，这好哥哥难道感受到了某种神秘的力量？还有一个护臂啊，这个佣兵，这佣兵还有一个护臂，那边开门，现在没有技能，这佣兵甚至还能跳地窖，留一个，哇，这局求生者这边也是抓到了机会啊，